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5月28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闰四月初六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。喂。哎，请讲。哎，就是师傅吗？是。嗯。哎，师傅你好。嗯，请讲吧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护法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嗯。师傅，我是74年的虎。74年的虎，嗯，想看什么讲吧？我的身体后背有一个东西，灵性，卡的，啊，就在你后背呀、啊，一直在你身上，还要跟你讲话，嗯，哦，听得懂吗？好像有什么原因，对，听得懂。就是一个灵性呀，盯住你的、嗯、长长的脸、嗯、一个女的，嗯嗯，明白了吗？需要多少张？嗯，需要多少张组合、啊、师傅？你赶快念吧。你过去生中做男人的时候，你伤害过很多女人的。嗯，我知道错了师傅、嗯、所以你知道让你变女生这辈子就是来还这种邪淫的债啊，所以你会碰到很多男人把你甩了，感情上出很多问题，听得懂了吗？我知道了师父、啊、我知道错了，我已经许愿清修了师父、嗯、我错了。自己知道呀、啊、要好好改了，真的。我你以为这个世界上、嗯、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就没了，你上辈子的事情带到这辈子来还呢、哦、嗯，明白了吗？是的师父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自己妇科都很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不知道。我来历史人好事的时候、嗯、半天就没有了。知道吗？就好了。我告诉你、嗯、这个全部都是过去的业报啊，你自己真的要当心了、嗯、像你这个人而且有忧郁症，听得懂吗？嗯、对，我以前是忧郁症，我通过学习心理法门以后、嗯、我已经好了。好了好了吗？有后背老有一个灵性还在问你要债啊，你现在赶紧给他念68章先。68章。哎、嗯、赶快啦。嗯，你这个人们就是这个样子呀，真的。你就老实一点呢、嗯、你还觉得你很能干，你觉得你在社会上还能跟人家接触，你到最后嘛吃大亏的呀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师傅，我错了。人家看见你有几分姿色，都想动你脑筋了。然后你们自己嘛，好像，哎呦，北方人了，很比较落落大方了。你落落大方，你就受苦了，听不懂啊？不知道，师傅，我错了。神经病！我已经许愿清修好几年了，嗯、师傅。啊，改的要赶快改呀、啊、赶快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给你开开智慧。你自己的业障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全部要清掉，至少2400章。多少张师父？2400章，你的业障才会全部清空。好了，感恩师父。你听得懂吗？感觉是知道、嗯、师父。现在老了，过去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的，没有用。嗯，师傅，我错了。给你一张皮呀、啊，有什么用啊？你听得懂吗？师傅，嗯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师傅，我现在业障比例是多少？几年属什么的？嗯，74年属虎的。74年属老虎。74年属老虎。74年属老虎，24，业障比例已经消掉很多了。嗯，嗯，你就是因为清修，你就是因为清修，听得懂吧？你不清修的话，你这些业障很重的。你就是清修的话，你自己眼睛还是要当心啊。仙哥哥，仙哥哥。嗯，我知道师傅。还有一个师傅，一个问题就是，我现在就是说定不下来，我每当静静几天以后，我的腿就发软，然后呢就觉得感觉背部有东西，就不让我前进，就不让我静静。
而且我脑子记不住东西，说话不经过大脑，就是说每当想数件数件，但是他数不住，就这个我静不下来，定不下来，定不下来，守不住下来嘛，就是前世业障太重啊。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，一个小偷偷了几十年了，突然之间叫他不偷，他看见东西就想偷，听懂了吗？停不下来呀、知道了，这还不懂啊、要改的呀，知道，我知道改，你只有坚持，咬咬牙，把自己有的时候为了避邪淫的话，自己把自己关在门里呀、没有办法不出去啊、自己念念经、不是像闭关一样的，明白了吗？我感恩明白师父，感恩师父、师父，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？图腾颜色是吧？图腾颜色，图腾颜色，几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七四年属虎的。啊、哦，花虎，花斑虎。哦，花斑虎，蛮好的，老虎。老虎的其实你年轻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挺好的呀，后来自己糟蹋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做错太多的事情，太多事情，我错了。我还看不到，太糟糕了，我错了，师父，我深深的忏悔，弟子已经许愿清修，一世修成。丢人了，你告诉我，做那种事情就是畜生。师父，我的莲花还在吗？10392。10392。还在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你好好的求啊，观世音菩萨还在帮你呢。我看到观世音菩萨在你的莲花后面还帮你呢。好啦。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师父，你看我家佛台可以吗？师父。佛台你还供了什么？除了供心灵法门的佛台，你边上还供了哪位菩萨？那还供了一个财神菩萨，在那个观地菩萨的左手边下面。对，供了一个什么菩萨？财神菩萨。财神啊，财神。财神。对，财神菩萨在里边已经有其他灵性了。他就是李白，当时他们给我那个请财神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没学心灵法门，学其他法门。他李白给我装那个东西，我一直没往外取。现在知道了不啦？不好啊！这佛台就是这里边东西要赶快拿掉的，否则不行的。需要组合吗，师傅？需要组合家具啊！组合家具啊！不是需要小房子吗，师傅？感恩师父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感恩师父。可怜的人。感恩师父慈悲。念三章就好了。三章给房子的药精者是吧？对。师父，好了，赶快弄吧。好了好了，不能给你太多时间了。感恩师父。师父，我在想给一个同学问一下，因为这位师兄他很精进的。87年的兔男士，你跟他挺好的，你跟我老实点。没有，他忧郁不出门。不出门。嗯，你老实点呢，好吧？你想问什么？只能问一个问题啊，不能再问全部了。好的，他还需要多少张组合？他一直在家不出门好几年了。哎呦，身上也有灵性哦。哎呦，他不是。他不出门，他有忧郁症啊，他自闭症啊，你不知道啊？自闭症，对，他不介入外物。他自闭症啊，63章先念63章，叫他自己念，好吧？他需要多少张，师傅？我63章。63章，好了吧？好的，好了好了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再见再见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师傅辛苦了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。哎，请讲。能听师傅？哎，师傅，感恩师傅，请看一个1990年属马的女的。1990年属马的。对。女的。对对对。一
1990年属马的是吧？女的是吧？对对对，对对对。啊，想看什么讲吗？他想看一看身上有没有灵性。有啊。有多少张小？在关节上。嗯。关节也不好，这么小的孩子缺钙。嗯。这个关节吧，这肺好像也不好。我看一下。嗯。啊、哦，左肺。哎。黑呀，哎，有黑气啊，听不懂啊。嗯，那是业障，有业障是吧？有业障，嗯。啊、哦，但是他是海鲜，海鲜，嗯。啊，之前吃海鲜。海鲜业障很重。那他需要大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放生是多少？120张，放生2400条。2400条。慢慢放吧。嗯嗯嗯。他的业障比例呢，师傅？90年属马的女的，26。哦哦，好好好。他的莲花是17846。在，这孩子没问题的，有救的。嗯嗯嗯，最后他希望师傅能加持他，今年能够申请澳洲签证。嗯，可以，他能来的。嗯，好，感谢师傅。请师傅看一个15032女的莲花。15032女的。15032。15032。15032。还在呢。嗯。嗯，怎么样呢？他需要注意什么？一般。嗯，叫他多晒晒太阳。嗯嗯，好吧，好好好。嗯，还有个莲花是29370男的。嗯，也不错，都蛮好的。嗯，师傅最后能看个亡人吗？讲吧，快点了。嗯，苏联的苏，美丽丽，一个女字旁，一个亚洲的亚。苏丽亚，什么时候走的？他是2018年1月份走的，烧了大概有几百张小房子吧。嗯、现在在阿修罗道。嗯、还是在阿修罗是吧？因为师父上次也说他过去是一个男的，他现在、啊、他现在回原了，还是个男的。他现在刚刚现身给我看是一个男的。嗯，那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能再稍微往上走呢？蛮难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能给他边上，等于给他辅助，主要还是你比方说、主要还是他自己外因内因是起变化的根据啊，自身的功力不够是吧？外因是条件的，内因是根据啊，功力不够你再怎么样给他弄他也上不去。那就随缘是吧师傅？随缘吧，我看好吧。嗯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嗯，同学们讲，同学自己背。感恩师傅，再见，再见。嗯嗯，好，再见，师傅。嗯，喂，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台长你好。他又来了。稍等一下，台长。他又来了。啊。江德胜，江长江的江，德道德的德，胜胜利的胜。81岁往生，2020年5月66往生的。台长。2020。在哪里？2020年啊。啊，5月6日往生，江德胜，胜利的胜是吧？啊，胜利的胜，江，长江的江。嗯，他在天道了，已经到天道了。在天道还要多少小房子？哎，烧不上去了，就让他去吧。啊，让他去吧，随缘吧。嗯，随缘啊。台长，日则是人的兔子，他讲每天早上头晕耳鸣，舌头感到烫伤。几年的？日则是人的兔子。64年的兔子。啊。64年的兔子。那第一，从身体上来讲，我看到他的肾脏有黑气。啊。这段有黑气啊，然后呢，他的肾脏很不好，他的肠胃也不好，啊、嗯、啊，他主要是犯邪淫过去，
哦，过去的经啊，这样他要练小黄子多少，还是吃什么中药呢？要吃六味地黄丸呀。嗯，六味地黄丸，哦，明白。好吧。还有呢，小黄子要多少？小房子的话要给他86张。86张啊。他的孩子超度走了吗？属什么？属兔子啊。啊，60的兔子。他64年的兔子。哦，他蛮胖的。嗯。啊，他现在胖了，很胖。嗯。哦，胖了。64年的胖。他的孩子超度走了吗？我在看。好，走掉了。嗯，走掉啊。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呢？主要是邪淫呀。嗯，过去的。哦，过去邪淫要叫他、哦、要叫他念念礼佛的，他有灵性的，在他的、哦、在他的那个肠胃上面。哦，他肠胃不好，肠胃不好。嗯。哦，肠胃不好。嗯。多少遍礼佛呢，太太？多少遍呢、啊？嗯。啊、哦。礼佛多少遍呢？礼佛多少遍呢？我看看啊，礼佛多少遍？礼佛要念108遍。嗯，108遍啊，明白。还没有灵性啊？刚刚不是说在肠胃里啊？你耳朵不好啊？哦，脑子不好那就算了，耳朵又不好了，你好好修啊，搞也搞不清楚的。你整天帮人家问的话，你当然自己也帮人家背的，所以背着来嘛又没有办法。你自己不好好修的话，你背到后来以后，我告诉你，各个器官都有问题的。啊，没有，我没有接了，还敢说？但还有几个问，我就没有再接了。没有接了，哎，自己要知道，任何一个人要自己掂掂自己分量的，要帮助别人，要自己要有能量的，没有能量怎么帮人呢？哦，我明白，这个明白了。我说，我之前没有怎么接了，我还有几个问完就不接了。好了好了，结束了。哎，台长，1942年马兰，他是出了3年，认清4年，脚抖，每天昏昏沉沉。有灵性呀、啊？要多少小房子呢？再讲一下，几年属什么？1942年属马的兰，他有脚抖，每天昏昏沉沉。哎。他不好，他的肝不好了，肝，嗯，啊，你要叫他吃护肝宁啊，啊，可以，哎，他有问题了，他灵性，叫他念84张小房子，啊，他打过猎，他上辈子打过猎的，嗯，啊，上辈子杀业啊，嗯，好了，他不能再问了，不能再问了，小房子多少呢？小房子84张啊。啊，报的是三。哎，脑子又不好。好，感谢台长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嗯。OK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哎，请问是台长师傅吗？是。哎，你好，感恩台长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你。哎，请讲。台长师傅，我想请您看一下这个1987年，然后今天是看图腾吧，对吧，师傅？对，讲吧。哦，1987年属兔的，看看有没有灵性。87年属兔的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他的灵性在肠胃上。喂。哎，能听到吗，台长师傅？听到，他的灵性在他的肠胃上。在肠胃上啊？对。哦，那请问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68张。68张。嗯。啊、哦，嗯，可以看看身体吗？身体嘛，肠胃不好呀。就肠胃不好，就是属什么的？属什么的？就是属兔的嘛，属兔的。啊，颈椎也不好。颈椎不好。掉头发。嗯。皮肤不好，掉头发，皮肤不好，嗯，好了，啊，嗯，叫他要自己赶快念小房子，念小房子啊，因为我一直都在念小房子嘛，所以说现在就是还差这个68张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你说呢？你吃饭不要一直吃下去的，
啊，要的嘛，要的啊，我就跟你说，哎，你最近吃饭要好一点，这个一个月要多吃点，那一个月之后你就不吃了，要不要吃了？要的，要的，啊，要的，好了，听懂吗？嗯，嗯嗯，要的，嗯，啊，那个还可以，请你看看这个，就是婚姻看一下，可以吗，台长师傅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讲啊。1987年属兔的。男的女的啦？男的，男的。对方有没有生肖啊？没有喂，欸。没有，我看看啊，你是叫我看看有没有婚姻是不是？对呀，啊。等等啊，87年属兔的。就是一个人。一个人。啊，你过去有过一个的，哎，吹掉了。嗯。对。哎。太小气啊，人家觉得你不是花钱小气，觉得你讲话太小气啊。气量太小，听不懂啊。哦，能听懂。哎，自己好好改毛病啦。有的时候做男人们该气量大的时候们气量大一点。明白了吗？你还会有一个，明白，还会有一个的话也会崩掉的。哦，啊，那就是，哦，知道了。还会有一个瘦瘦的，嗯，瘦瘦的女的，哦，会来个瘦瘦的女的，嗯。啊，谢谢台长师傅。嗯，你要记住，人跟人很难相处的，嗯，你要么慈悲，对不对啊？要么就好好的放下，有的时候很麻烦的，不容易的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啊，明白，明白。你多念念。那个大吉祥天女神咒吧，大吉祥天女神咒，好的，啊，念个10万遍，许愿10万遍，念完了就有了，有了之后嘛，好好珍惜，再念姐姐咒10万遍，否则的话又很快没了，听不懂啊？啊，能听懂。啊，好了。啊，能听懂。好，那个能，嗯，这个请你看一下，另外一个是1963年属兔的。63年属兔的，对对对，男的女的啦？女的，她也是您弟子。想看什么讲吧？看她的灵性。哦，哎呦，你要叫当心我，她心脏不好，哎，嗯，心脏不好。嗯，血上不去啊，嗯，那里有堵塞啊，你要叫她当心啊，嗯，到节的时候很容易中风的，小中风啊。啊，哦，中风哈，嗯，然后他就是总是这个牙齿嘛，牙齿的话会老是很痛，然后也有好几年了，想请台长师傅看一下。神经呀，神经系统出毛病啊，神经紊乱，牙根会痛的呀。你要叫他吃穿心莲呀，哦，它里边有炎症呀，所以我跟你说，血上不来的地方他就会痛。你要知道血如果到不了小脚脚趾的话，脚就会发麻。听得懂吗？到不了，啊，能听懂。血到不了牙齿这个地方，营养不均衡，牙齿就会痛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哦哦哦，那个他，那请问一下，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124张。124张。嗯，好的。那个，我想在这个帮他在这个问一下，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他这个不是之前建了一个工厂嘛？因为工厂一直在打官司，我想问一下他在官司能否打赢啊？因为已经拖了很多年了。他念经不念经啊？念经，他是您弟子，然后也是学佛非常精进的，不断的在度的。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女的。几几年呢？1963年属兔的。啊，他自己耶，他这个官司打的跟他打官司那个人过去跟他关系很好的，嗯，啊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啊，能听懂。哎，就是他自己啊，他冤结爆发了，嗯，冤结爆发了，哎，是个男的，哎，这个男的现在很厉害，不放过他了，这个男的蛮厉害的，嗯，啊。他那个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或者需要多少放多少姐姐咒？姐姐咒，姐姐咒，念念念，姐姐咒至少慢慢念吧，念10万遍之后才会好的。哦，姐姐咒念10万遍啊，
十万遍念掉之后，可能两个人才能私下，如果发现有一个人出来做和事佬，就是来相互打打招呼，这个事情说不定很快就解决了，明白吗？嗯，那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或者放多少升？放多少升？这个需要放小房子嘛，还是要念108张啊？108张啊，这个姐姐就一定要念的，姐姐就要报名字的。好了好了，没时间了，好吧？啊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台长师傅，我们自己也让自己背，感恩您，感恩您，台长师傅，再见再见。哎，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好，你看看师傅为了节约时间，再给人家再看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我给你3分钟啊，赶快讲吧。喂，师傅。哎，给你3分钟啊，赶快讲。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嗯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我第一次打通电话。赶快讲。喂，请师傅看一个1935年女的属猪的，看她的身体。肠胃不好，颈椎不好，咽喉不好，咳嗽，心脏这里，对，他有胃病，胃病，心脏这里也不舒服，血压还高，听不懂啊？对对对对对、啊、对，都有，关节也不好，哎、关节，嗯，关节也不好，对对，感恩师傅，哎，嗯、哎，那他那个胃病那个都几十年了，那需要多少？胃病几十年就是跟他过去吃荤的有关系啊。哦，对对，刚刚师傅、啊、吃了太多活的东西了，海鲜，嗯，哦，哎，好的，很麻烦的，嗯，讲吧，很麻烦，嗯，那个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针对他这个胃病？73张，73张小房子，哎、啊，他身上还有一个女灵性，还有一个女的，有个女的，哎，有个女的，嗯，短头发，哦、那个，白、嗯、短头发，长得很难看的。就是脸上的轮廓特别高高低低，特别厉害，就是女的颧骨很高，嗯，瘦的、脸是瘦的，脸是长方形的还是对长形的，长形的，嗯，长形的、嗯、那有可能是我的那个曾外婆吧，啊，反正这个女的就是样子不好看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哦，那这个要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这个54张就够了。54张就专门写这个他的名字的，对，还是写那个？你写了，你帮他念了之后，他可以到梦中来看你的。你要是不要他看嘛、哦，你就跟他讲，跟观世音菩萨说，我只是超度他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你想看到他们，他就会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还有他那个肾也不大好，肾有过几次的便血。哦，请师傅看一下他的肾，左肾。坏掉了，左肾工作很少，他的肾脏从小就不好的，嗯，最近有几次便血，不要当心，现在正在检查当中，嗯，有什么那个严重的吗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35年属猪的。念经修清不啦？对，他也是弟子，一直修了4-5年了。嗯，好，他这个病本来早就发了，你现在叫他好好的自己忏悔就可以了，不要再左检查右检查，好像非要检查出点毛病出来。我跟对对对，他就是特别担心他的身体，说一点毛病他就是要很害怕。你要是让他再检查，我就有些话我不能讲了。哦，好的。好吧，好的，我希望你能够听懂我的意思。这么大的年纪了，经不起折腾，听得懂了吗？好的，好的，我也一直都。任何一个人，就像他现在等于一辆1930几年的汽车，他还要非要让这个汽车什么零件都好，你说可能不啦？对对对。连那个这个橡皮管的所有的管道全部老化了，你说说看能好不啦？那哪一个地方你去不好的话破了，你帮他拼命的修啊补啊，其他地方就蹦一下就坏掉了。他整个车老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对对对，是的。好了好了，他特别 好的。那师傅，请看一下他的莲花24473，在莲花在哪里？在天上。还在什么位置？什么颜色？蛮好的，白的白的。什么位置？在天上已经蛮好的。就是说，他已经85岁了，会不会有接下来有什么关节啊？
他差不多了，还有一年，你不要告诉他，还有一年，他要是再这么检查下去嘛，走人了呀，还有一年呀。哦。他现在85，是实足还是虚年龄啊？实足。啊，那么，明年，明年我看一下几月份啊，2月份要特别当心。2月份特别担心、可不可以通过念经许愿？你叫他不要再搞了，他的身体便血嘛很正常的呀，肠胃不好都会便血的呀。叫他自己吃点穿心莲吧，好好消消消消那消消毒吧，毒气吧，他身上的毒气很多，我看那个黑气很多的，而且弥漫在他的血管里边呢。哦，好的，就穿心莲是吧？啊，叫他吃了。那个复方丹参片他需要吃吗？要，他的心脏也不好的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吧。这些可以长期吃是吧？可以，你叫他不要再恨了，他有恨心啊。他现在看见有些人过去的对他的不好，哦、他现在还记得。你叫他忘。嗯，好了，没时间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师傅，他经常梦到他那个先生过世的先生。可以帮看一下吗？他现在先生在哪里？不看了。你叫他好好念经啊！他叫他先生，经常梦见他先生的话，就来拉他了。我跟你讲了，一般年纪很大的人碰到自己过世的亡人来的，就是来拉他了。好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好的，师傅，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我有没有了，没有时间了，你都开问完了。你第一次打进电话，所以你不知道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